主播相连换，给您说说望为愿。人民为愿望学坤，提案深入百姓心，深入百姓的心里。利民建议无人比，利民建议啥内容，听我给您说分明。人民为愿意见提，要把百姓记心里。百姓退休的制度多多重视和关注。65岁上农民都是穷苦可怜人，能够洗脚和上田，老有说养享清闲。这个委员建议好，关心农民的养老，提高农民的待遇，我们举双手同意。这个提案能执行，百姓举双手赞成。农民中间的力量，操劳一生最繁忙，辛辛苦苦多少年，养老成为老大难。提高农民的待遇，国家农民都有利，百姓幸福家安宁，想不高兴都不行。农业国家的根本，促进和谐发展稳，树高千尺莫忘根，要让百姓都安心。农民中流合砥柱，要对他们多帮助。话说30多年前，出口商品很可怜，出口商品非常少，能够自足刚刚好。如今外汇储备多，中国制造都出国，这些奇迹的创造，无疑农民别忘掉。外汇储备很富有，全部出自农民手。背井离乡去打工，工厂干活不轻松，既要打工生产忙，又要地里去种粮。打工种地两不误，助推国家大迈步。活到老，干到老，中国农民真是好，中国农民都是宝，吃苦精神最难找。农民养老的困难，希望大家多调研，去调查，去调研，这样才有发言权。60以上的农民至少1亿人一群，领着可怜的补贴，10年没有上台阶，已经执行了10年，平均涨到100元。如今物价上涨快，不够每天吃青菜。过去养老靠子女，这和过去没法比，现在都是一个娃，养老都要把钱拿。家庭结构4:1，4个老人难顾及，赡养老人压力大，小两口也累趴下。养老保险的待遇，农村老人别忘记，生在一个大家庭，老无所养大会中，农民老来有所养，养老待遇要增长，养老制度快建成，已经是在鹤壁行那个鹤壁行。农民就是累，农民就是累，地球人都知道我做人很狼狈，金钱是玫瑰，是带刺的蓓蕾，让人尝尽缺失的苦水。农民就是累，农民就是累，全世界都知道你赚钱很疲惫，用你的汗水来换真和美，农民受苦受累谁安慰，谁安慰。